我们接下来带各位是做这种哈、类似翻书的，这个翻书不限于照片，你也可以放影片，然后影片它在播的同时还慢慢翻页，有这种效果。OK， 这也是可以靠蒙版做出来啊、那但是这个蒙版还要搭配一些效果，我们慢慢看啊、来，先看一个东西啊、来，我说简单起见，我先用照片，我用照片，不要用影片。好，所以来这边的，我那些素材都放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这里有几个，这个好，我先随便抓几个进来哈。大概我们可以先做三个就好了哈，但是我先导入五个进来，然后我选了一张图片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个功能。像那个翻页的功能在哪里呢？翻页的功能在我们这个地方哈、在这边有一个叫动画，上面各位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动画？我们点了照片，我放大一点哈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动画？对不对？这个动画的功能先跟各位讲一下，它动画有什么功能呢？来哦，看一下哦，等一下等它秀出来，一样哦，VIP 不要选，像比如说，我随便先举个例子，是轻微放大，先看它的什么效果。我们从这里预览，先要因为要下载，这边有做到了，这里有没有看到轻微的？就这样子，轻微放大，它就这样子，它等于说前面稍微缩小一点，然后做了一个这样子放大的动画，而且仔细注意哦，这叫入场，这边还有一个叫出场。假设出场，你要这个什么？这个是放大啊，放大也可以。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的放大功能是什么？放的好大！来，你们注意到出场的这边后面，出场就是在最后面有多了一条线，入场就是在前面会多了一条线。你如果套的话，所以现在套出来就变成这样子哦。比如说这是微放大，然后到最后放到最大。就放大一点了，有没有？这个等于说我们一套用就有这个动画了，那是甚至我后面的动画我反悔了，我不要这个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套别的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套这个斜切好了，那个几个画幅的入场跟出场是差哪个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讲完，我再来解决问题哈。来看一下，我现在这样就换了出场的了，所以你看一下，它就这样子，比如说前面。我微放大，那后面斜切出场，就这样，你只要套用就好了。就是我刚才这只是一张图片哦，我只是一张图片，然后我的动画这边有分入场、出场，还有组合。组合的话就是入场也有，出场也有。像比如说这个什么拉伸扭曲啊，你看，我们看啊、它就是在，它就整个咯，你们看哦。整个都做完，我从头来播放。哦，你看，就做了好了。等下那个入场，我应该先把入场跟出场先拿掉，免得大家重复看太多了。入场、出场都设为禁止，没有。那我只是在组合这边，我就是我这边搭配的组合。然后刚才是什么？刚才我设的是什么东西去了？扭曲哦，那扭曲，拉伸扭曲，但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拉伸扭曲到哪里？随便我换一个好了啦，只要不要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向右滑动啊，我就换向右滑动。你看，它就这样子组合了，它就这样子哦。不是，我怎么设？我知道了，因为我还在出场，我不是要设出场，我要组合这里，拉伸扭曲。所以现在我们从头看。扭曲一下，然后到这还有这样慢慢拉开来，变这样子，这叫组合。所以有入场、出场。入场的话就在前面一小段时间，但是时间你套用了，可以这边底下还有可以设时间长度。我先把组合拿掉，我一个个做。我单纯只有入场哦，现在我单纯入场，我套下一个好了。这里有一个叫折叠开幕。我设折叠开幕，
好，各位等一下就看到这边会有一条线，因为我是在入场设定的。好，入场设定这边就有一条线，然后你就可以看我预设我就这样开幕，哎，好，接下来就维持同样的。可是你觉得这开幕太快了？如果你觉得它的开幕太快，啊，太快了，你可以把这边动画时长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动画时长 0.5 秒，你觉得太快了，你可以拉长一点。好，我到 1.5 秒好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它就会动得比较慢。看一下，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开得比较慢？到这里，然后后面就固定了。啊，那如果出场，我来设一个，就斜切好了，一样，就刚才斜切。好，一样哦，斜切，它这里只有短短的，这里看到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它只有 0.5 秒而已。如果你觉得它太快了，你也可以往前拉一点。好，假设我要斜切要慢一点，要 1.5 秒钟的时间。对，好 ，OK。那来看一下结果。啊，我只要看后面就好了，它准备斜切就比较慢了。有没有？哦，就比刚才只有 0.5 秒，要做完这些事情它很快，所以有入场、出场，那另外还有组合，组合的话就可以有比较复杂的。哦，那这个地方我先把入场、出场再设为没有，我先把它再把它关闭哈，入场、出场都不要有特效，但是在组合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类似翻页的功能，叫翻转功能，我看一下在哪里哈。它应该是在比较底下一点，哦，有时候它的功能太多，然后又没有搜寻的，我觉得这是它比较那个缺点，哦，就是没办法那个马上找到，要慢慢看文字，我觉得有点讨厌。好，有一个翻转，好，等它下载一下，现在连那个预览视窗都还没出来，不然我先让它直接下载套用好了，翻转，你看，哎，不是这个翻转哎，哎，真的，它没有预览没有出来，我不知道这个，那是这个吗？这边都是翻转。哦，也不是我要的，哎，奇怪了，它的翻转到底是？你看，我就它的预览现在跑好慢，就是那个预览都还没有跑出来，我实在，因为基本上我们不是要这个，啊，慢慢出来了，现在预览慢慢出来了，为什么网路这么慢？我是用我手机的网路啊，哎，有点，哎，这个了，这个，啊，就这个翻转，这个叫做六，啊，它是这样子哈，我们套用一下，让它下载。哦，哎，我的图为什么变那么小？我重新套，因为它可能会重叠。我先把它静止，就是等于说把它功能取消掉。好，那重来一次哈，我套到最底下的组合这个。哎，啊，它组合它这因为它的组合哈，翻转它是好像有变小跟翻转，我先确认一下哈。哦，缩小，那我们换一个好了，入场出场也有翻转。我如果今天选入场的翻转，我们看一下入场的翻转是什么。啊，哦，我看是不是这个又要预览一下了。啊，哦，这个预览有点慢。等我一下哈。哎，它的翻转好像入场的翻转好像是在中间的地方。哦，镜像翻转，对，这个对，就这个镜像翻转，入场在镜像的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它就是这样子翻过来，有没有？它是张开翻开，它是翻开，啊，哦，然后来。那出场里面也有一个，哦，动画出场，然后一样是可能找到也是镜像翻转的，
镜像翻转，好，有一个了，这个，好，来各位看一下，它就这样子翻，然后它是有点像中间，它有点像是折起来的感觉，那一个是从折的变打开，一个从开的变折起来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待会我们的翻页其实就是类似应用这个功能哦，就是运用这个功能，所以各位可以玩一下，你们先拿一张图案，然后靠动画，动画里面的入场跟出场 ，OK， 好，来做事，来玩一下，我们待会就要给用这个这边的这个翻转功能做出翻页的效果，可以吗？来，各位先做一下。